大家注意看，这个男主角叫做思思小可爱，有订伊副频道的人数，实在是少到够可怜的啦。无出意外的话，马上就要出意外了，大家实在是太凶了，拢还没订起来，我伫这拜托大家订起来，内底会固定 update 直播，还有直播的精华。好啊，这期的影片就要开始了。耶、yeah! ！第一届的圣诞节什么交换礼物大会，大家精心准备的礼物，一一为大家介绍。我们这奖项都非常非常的大，大家应该知道这是什么吧？我看这一根这么长，不符合人体工学的这个造型，这一根俨然就是一只扫把。还有介绍这个是，看说是烘头发的嘛，烫头发的时候，啊、怕阿公天气热，要烧给阿公的电风扇。哇，牙控飞机。哇你看我们奖项很大吧，你、欸、看真的可以了啊，这是什么？摇摇狗，摇摇 狗，哇要死我啊，哎哎是谁做的？是你做的、啊、我帮你做的嘞，对对，好吧，这是老板娘的，真的是你做的，好，老板娘的，嗯嗯，这是最大奖行李箱，对，行李箱真的还可以拖，真的怕阿公要出国没有东西装行李哦，这烧给阿公的啊、哦，还有一个，这个我跟柯P做的哦，这个最大奖，我跟你讲，你们不要看它小小的，打开里面金条，今天大家一定要看看准这个五号，走，抽到五号是最大奖。哎、欸，我们有签名哦，你看，哦，对，我有签名，小师柯P有没有？我们两个最大他的心意集中在一个小小盒子，赞。那接下来就开吃，边吃东西我们就边抽奖。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汽車教授職人洗車用品專賣我你本來看這款比較小好的喔、哦、這已經用要破了你沒張力比較快有沒有對啊你有張力啊所以說我是怕太大量怕太大量欸欸破氣破氣我靠兩公的啊有比較小嗎可能有喔這個比較小一點這個拆掉嗎對啊最爱我以前丢钱的，画像丢掉。啊，我们的预想就是里面灌米粉嘛，啊，想办法让它一打开，针刺破它，爆炸，面粉爆炸。成功，哎、欸，那有成功啊。妈，球你别随便了，这伤大粒的，这发多哦，这粒。你有看到我？我猜哦，我猜我的麦克。哦，散热姐。因为我感觉类似我这支，然后一支尖尖来你家，伊就走起哩，安尼开起来，讲着就安尼变啊变伊。比如讲你怎么拍开啊？安怎？怎么可以变？怎么假设咱怎么扣住？哎，怎么拿着礼物拍开？拍开，后边安怎插过来？安怎插？哦，安尼一支图顶个顶超过多啊？米粉来啊！米粉来哦！阿哥对，拍开啊，手提出来好不好？哎，哈哈哈哈哈！别来啦！但就是用加糖素米粉嘛，先灌你的气球再喷。啊你現在，你即马要试这个？哎，这大力的哦！小风很快，小风一坏。我感觉伫咧较冷的所在，可以开较贵的时阵。我今仔到时就加电锅机了，对啊，种。不是啦，一支哦。你若开一束我就冰，伤炸，所以爱互开较开，所以爱开较装贵的时候冰起来呢。哎，干你！我们真的很笨。后壁抽出来，为后壁倒入面就好啊！是不是先灌一下看麦？好，灌，灌袂落去对无？啊，后壁抽出来，灌滚的，呀，滴滴滴落落去啊啦！有入面吗？对啊，无济呢，你唔当输哦！哦，差不多，好看吗？差不多啊，但先点看麦。我意思是讲，卖坑熊哇，你若坑熊哇，阿袂嚼开就个病啦。比赛，上过。哎，这里，哈哈哈哈哈！大家好了，哎呀妈呀妈呀！你讲我，安尼像看到呢，一开个这已经看会球啊！你看开礼物是慢慢开哦，我打开，把那个打开，打开，哇哈哈哈哈哈哈！哎哎，完了破了，没喷住啊？没喷呢，伤脑筋啊！小看因尔嘞，手讲安尼样嘞，你看一下慢动作，都唔知怪你哦。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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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到底在哪里啊？到底在哪里？差不多啊，我觉得接近了啦，快成功了，差不多了，最后一里路了，差不多了，完了啦。好，我去，接下来看谁抽到。我抽到你了，五号，哇，我的礼物超棒，哇，大奖大奖，里面的东西是非常精密的物品，你看，而且我跟你讲，我们超认真，你看，哇，你转过来看我们写什么字，上面是什么？哇，圣诞节快乐，打开看一下里面是什么，哇，这里面好好看，不行，你不行，你不能，对，里面金条，哎，快点快点快点拍，这里面礼物真的是很棒，来来来，你开。来来来喽，怎样啦？干嘛啦？我跟科比啊，是什么？阿克，吴天宇，秋山这么小一颗啦，我求助于漏气，赶紧搬几下坑一摆。我想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输压球，输压。哈哈哈哈哈，那很虚。第二怕，正常是要这样子，我们设计好久嘞，吐进去，吐到气球破了，气球就啊，棒！啊，恭喜你啊，好吧，收到圣诞惊喜，下一个，聚宝 online 红兔大展迎宾室，万事如意，好运来。介绍一下，其实我们交车还会介绍一次啊，就是说，我大概讲解一下哈，这个车就很简单啊，像这个哦，方向盘这就换过了，基本上就是该准备的准备，仪轨换好了，等一下我们可以试开看看都没有问题。啊，到时候如果捐款一样是用你名字还是用太太名字？用他的没关系啊，用他的没关系，好 ，OK 的，对，感谢林大哥。哎、欸，你看太太，他换这个安卓机啊，因为现在的安卓机都是无碟机的，没有办法放 CD。后来车主要求我们，哎、欸，你看我们还多放了一台在这边，他就可以读 CD 了。哎、欸，不然车主说 CD 很多，现在浪费了。啊，等一下再帮我看一下漆面，漆面其实就跟上次应该看的差不多。好，引擎部分就五油三水加机油在这边，机油从这边加，这边测量机油的。好，啊，这样是变速箱油池在这边。啊，水的话就是雨刷水，哦，水箱，或者副水箱，哦，电瓶，现在电瓶都免加水了。好，啊，来副水箱。在这边有一个上线跟下线，就保持在中间其实都可以啊。有些师傅会故意加高一点啦，他跑一跑，水管里面水都变扎实，会降一点点都是正常的啊。如果再一直往下降呢，就异常了。好，啊，电瓶我拿量一下，对，好，都量好的。好，不管哪一个数值，灰冲跟对100%。那内阻越低是越好的。对，越低是越好的，没有一直开，其实也会造成它变高一点。啊，如果有灰冲也会变好，啊，因为这个是换新的啦，就比较也没什么问题啦。对。管要新的，好，耶，加好了啊！虽然是公益车，我们还是照着我们公司的 VSOP 走了，好，该量的都量，该用的都用了，这就加好了啊！到时候就剩下去把钱捐出去，就是可以结尾了。落幕就完成了啊！他说要贴纸，我去拿一下贴纸送给他，黑人的哈，等我一下哦。耶、yeah, ！每次来这里我都特别的开心，因为要来关机啊。哦，噔噔，好，这次的公益车，好，应该知道吧？青鸟 Bluebird， 好，总共有分了四份，第一个就是原车主、新车主，还有木曜，加上我们。啊，这次又加码，因为新
车主他有一台中古车，他本来要给我们做一样，想说买公益车捐公益车的。结果后来评估跟小志讨论，后来觉得他的车比较老一点，维修项目可能比较多，后来就选择帮他报废，有跟新车主讲一下的。报废的金额好像是13000啊，因为有一个手机没帮他去处理那个啊，那个是请代办的，大概扣了350块，所以总共金额捐出去的话就是捐了12650块。所以这次总共加起来的金额好像184,300几十块，然后等一下去抽号码牌，我把它捐出去了，走吧，很开心的，今天好天气的，耶！好了，5张，1、2、3、4、5，社团法人台湾之星爱护动物协会，这是我们公益车啊，这个就是因为报废，他有交代给家福的，好、哦，这个就是报废的金额哈、哦，我们都是实报实销的，啊，这边的金额你看呢，我42922乘以4份。就是总全部的金额，哎、欸，刚好这一次出了进，如果出不进，每次我都要掏一点。反正就是，做好事啊，对啊，做好事啊，对啊，好啊，这样就结束了。好，再次感谢一下，好，不管你是新车主、旧车主，还是我们，还是木曜，好啊，也要感谢木曜，木曜在百忙之中啊，这样过来帮我们做这个公益，再次感谢耶！ Yeah, 喜欢记得帮我订阅、分享、开小铃铛哦，木曜才会再来哦，下次做科比传教士哦，真的，耶、yeah, okay. ，好，拜拜。Avia モバイル周辺機器のトップブランド。